放这个面。这个是麦克风的。对，我感冒，不好意思，我可能最近比较严重。谢谢台大人类学系哈，还有博刚的邀请哈，那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从一开始嘉兴启动到现在，大概六年的时间，我们所跟族人一起相互学习，然后所看见的一些族人的这个主体性的文化，还有他们山林的智慧哈，跟大家来分享，主要是在谈布隆回家的这个历程。包括从感谢嘉兴的这个第一栋石板屋，到第二栋的附属屋，到公寮，到部落的旧路，然后周边的这个文化地景，还有从文化地景里面跟耆老的互动、访谈、现场的勘察，去了解到很多他们跟大地互动那个智慧，细腻到我们无法想象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包括刚。新一局长也说了嘛，就是已经也划定的文化景观了，然后这个林务局也支持，然后玉管处呢也试通的时候也变更成这个史迹保存区了，所以在那么细腻的一个空间里面，放在文化地景里面，到底我们怎么去管理维护，然后怎么让这些主体性的诠释能回到族人身上？那也许今天我大概就是跟大家分享，这大概六年的看见啊。其实族人被集团移住下来已经80几，所以当初要回到嘉兴要回家这边，除了刚这个介甫有提到林渊源，他早期带了很多族人回去踏勘旧社以外。其实呢，也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很多族人也有寻根的动作，但是他们对寻根的动作，到找到祖居地，然后确认哪几栋家屋是谁的，这个过程其实已经是很困难了。哦，那在困难底下，再加上80几年就被遗传下来，所以在山底下没有90岁以上，他根本没有山上的记忆嘛。所以那个过程里面，在重建的过程就会非常的困难。那我们怎么用一些方法，让这些东西可以被找回来？我大概是这样。所以其实提到了说，在整个的这个整个遗址的这个处理方式啊，还有这个指认部分，其实都是希望主人能自主性的一个指认，尽量把我们的这个指导的这个要放下来，因为。我们毕竟没有像他们在山林的知识的那种情况的掌握，所以整个情况下，在这个过程里面，怎么在断代的那个过程里面，从遗址的指认、家屋、遗构的构造、构法，还有族人的这个山林知识整合起来，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其实是很辛苦了，族人也辛苦，因为他们一直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在过程里面，他其实也是。花了很多的精力哈，那这个刚刚讲过了嘛，这个嘉兴其实上去大概4.7公里，就是我们嘉兴住宅所，然后4.7公里再往下切，大概400多公尺，就是我们的第一栋家屋，也就是以杂区把家往的这个范围。那当初会选这个，也是因为林远大哥当初有带的。刚刚姐夫提到说，这个伊斯达西巴家，这个韦宗有回去寻根过，所以他知道那是他的家，所以那个过程，那林渊源是因为他还是伊斯达西巴家的，但是他属于我们讲的拉库拉布西北岸的伊斯达西巴家。那张忠义呢，就是刚韦宗的爸爸，他其实是南岸的伊斯达西巴。这两次的迁移路线是不同的，一次是从大库兹马库西的北岸迁的，一个是从南边经过大分过来，所以虽然同样都叫伊斯达西巴，但是它迁移史所有的迁移过程里面的这个跟大地互动的经验也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在决定说哪个家族住在这里，其实啊很辛苦啊。你问到说是一个一大七百，我打麻痹嘛，啊，但是他其实他背后可能很多家族在很早前是同源，但是经过这么久，那奇迹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包括那个乡长也是一大七百的，但是他们认为他又是另外一支，不是北岸，不是南岸的。是从高雄那边再回来的，所以很多同样一个家族状况不一样，所以其实回家的路很辛苦，然后其实我们在做全面的调查的时候，然后我们其实发现刚看到这个有家屋，这个红色的是家屋，还有工作平台，还有附属屋，还有耕地，那包括这个伊萨西玛氏族居住地，它的这个采石头要盖房子的那个点，然后包括这个他们的水源地，包括他们这个讲到了说戊辛石跟台湾榉木伐采的点，好，然后包括他们耕地的利用，像这个地方，这都是崩塌地，崩塌地的情况以下。他们只是拿来做这个耕地使用，他并没有家屋，这代表他们对那个崩塌地的这个了解是有达到一定的程度。所以刚提到了，他们其实是以家为中心往外拓展到附属到工作平台，然后包括这个达鲁港公寮，然后兰港也可以称列寮了，所以这个大概都是已经接近到猎场的一个部分，然后这是一个简化的一个图，我后面会提到我们六年来发现它其实比这个细腻太多。那其实布隆族这刚节目提过沙样提过这件事情，但是像我们知道他们布隆族是散村，它就是散居的，它不像台湾族卢凯族它都是一个集村的状况，所以在散居的部分里面，它怎么安养它自己的氏族，怎么防卫它自己的氏族，那就是一个家而已嘛。哦，甚至有些姻亲跟他一起，或者是说吃同一锅饭的好朋友，搞不也是一起的。所以它相对人口，不像像秀来义一个集村200多户。一户十个人就2000多人，那布隆族一户让你十个好了，加上姻亲也大不了20-30个人，所以他在迁移的过程里面，他面对一个未知的环境，甚至可能有敌人的这个领域，所以他在选址的过程里面，他会特别考虑防御这件事情，所以他会提到说像。那个盖在悬崖附近，敌人不容易到达的地方，家屋的位置可能后面要有大石可以挡着它，敌人从上面看不到，他们的路会在他家屋的下面，因为敌人还看得到，所以有很多他们因为是散村以家族为中心的过程里面，他其实衍生很多他怎么看见这个大地，怎么利用这个环境，其实是跟集村的台湾族是不一样的，哦，所以这个功能面很多。那包括老人家讲过说，选家屋就是要选那个山猪养育小孩的地方啊，因为它隐蔽又安全啊。哦，那我们看见是，包括后面有这个大石的这种情况，那当然，它一定是以家为中心，到耕地的路上会认识很多地方，去猎场。的路上他会认识很多地形，然后知道哪些地形可以埋伏，甚至他给哪些地形可以拿来利用，所以这个是。那再来就是我要谈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学习的大概都是二手的经验，然后包括现在我跟大家分享的，你们听到也都是二手。哦，就是百分之十之四嘛。那但是在昂面上来，布隆族都是在手上的，它是身体操作劳动所累积起来的，所以这中间
的知识的传达，其实中间会有误事这样。所以像刚刚提到说那个耕地，分他地以后分他下来，这个地方土地是最肥沃的。所以刚刚讲的那张图，它只有在分他地的这个上边坡才作为耕地使用，所以它代表有些分他地是危险的，不能盖房子，但是可以种东西，那就代表它对整个地形的一个理解。那这是我们从现代的科学去看什么叫分他地，去解读的，跟他们在现场直接判断这个树长的方向，他就知道这个地方是分他地，他不需要用我们科学的方式去查地址，套分他地的地形。所以这个很多都是我们要理解的。那包括他们在水源的一个处理，像以撒就把家的水源，它是从那个岩壁渗出来的水，岩壁渗出来的水流下来聚集以后，那个水是最干净的，因为经过过滤了。今天假设你是在山沟里面取水，那可能会有动物的排遗，或是甚至可能有动物的尸体干嘛，那个水其实是不干净哦。所以他们有很多在山里面处理方式，像老人家讲的，像我们现在要去山上都是要看气象嘛，这几天会不会下雨，但是老人家如果想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个云下来提水再往上倒，这个会下很久。所以很多他们对山里面那个知识是非常非常细腻的，他不跟你讲你也不会知道。所以我们在多年来都是放下自己一直问，一起去了解，因为需要能真正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东西。那这个过程里面包括刚刚讲，因为有断代，营建的记忆也断代了，指认家屋也断代，所以我们就访问了很多的耆老。这十位耆老现在有四位都过世了，包括战国兴和东林耆老吴崇胜，跟刚讲的林元元的哥哥林水源也过世了，所以真的要快，这些你再过一年可能都走了，所以他们有不同的经验，可能跟空间、跟盖房子的技术，有些是跟生活领域的看见，有些是跟打猎有关的，有些是民俗植物，有些是藤绑的技术。那这个是针对伊斯达西巴家在改姓。嘎姓这个地名哦，其实在访谈的过程里面，这个嘎姓的地名在布隆族的族语里面是有吃饭的意思，那还有它就是有界限的意思。那我待会会谈到，在文化景观里面有黄蛮遗址，黄蛮遗址当时的考古出来是属于这个阿美的这个富兰类型的，那它是从它的陶片的质地是秀姑兰溪的土，而不是嘉兴属于板岩的那个片岩跟板岩的那个土，那它的纹路也是偏阿美族的。那我们访谈到嘉兴这个点，其实族人有讲，嘉兴这个界限是以前阿美族的界限，以前是会互相砍头的，这个后来和解以后，他们来迁到嘉兴，所以那个嘎姓的那个名字其实也有反映。有些跟他族之间关系的一个方式。那在展西巴家为主的时候，他很明显的呈现了一个过程，他的一个旧的路周边有很多他常常用的这个民俗植物，包括哪些可以拿来做弓箭的弓背，哪些是可以拿来做酒，他其实都找得到。那包括家屋跟附属屋跟公寮的关系，跟耕地的关系，还有采石的位置，然后这个是氏族界限的一个点哈。那在周边有很多民俗植物，那他们的局部采集的点就在这里。那大概就是说，在谈到他们一个生活的领域的时候，其实会很清楚的呈现。但是他只是一个家族，但是住在这里不只是只有一大西半家，他有其他，所以。在这么复杂的不同家族之间的互动，他的生活的领域的看见
其实以这样子为中心的时候也是会不同的。哦，那包括刚讲的像那根钢木，就是他们可以拿来做那个织布的梭子，因为它比较轻。哦，然后有些是做这个煮饭的这个锅瓢啊，可以炒的这些东西啊。那像黄藤大家都知道就是绑的，扇硬的部分是做弓箭的弓背。哦，那包括这个大叶兰，他们觉得那个大叶兰容易烂，不是好木头，但是它可以拿来做臼，中间可以挖掉，所以他们代表对植物的物性是很了解。哦，包括刚刚讲的说物性是台湾节目很硬，可以做这个建屋的材料。啊，那有些是像香兰，水路会在那里磨脚，所以他打猎打可以埋伏，大家知道什么时候水路会换脚，所以他有可以有打猎的一个机会。那包括刚讲的像尾狼和董风藤啊，也就是布隆族，他是讲说他是和董是猴子啦，哈，尾狼和董就是说是猴子吃的老叶，但是在我们之前问到有些阿美族，他认为也叫风藤，也叫尾兰后洞，但是阿美族讲的时候，那个是牛的尾骨粒，哦，就是那个牛的膝盖，牛吃的这个膝盖会好的，那代表什么？代表阿美族，这个有水根的这件事情，跟牛的关系，跟在山上的布隆族是不一样，经验不一样，所以同样的民族植物，这个大家去解读那个，其实是有很多文化的意涵的，代表他们在看见的过程里面，跟他的日常生活是有关的。那有些是可以当玩具的啦，那像木鳖子现在很红嘛，这个现在果实上大家都觉得它很营养嘛，他们很早就在吃了。那有些是这个商业器的部分，有些是玩具啊，它其实是很多生活，那包括年轻的竹子，往下数大概5节以内，里面都会有水，所以今天野外求生渴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用它的水，这都是跟他们的生活有关的。那刚提到了，既然在营建的记忆是有断代的，然后山上的这个山林互动里面，我们有担当，我们怎么让这一些散落在各个族人零碎的记忆里面的这个盖世白物的记忆，把它整合在一起？所以我们那时候是，跟台东大学江老师还有这个进修老师、楚斌老师他们，当初我们是有办一个这个传习班，就是把部落的老人家都请了来，然后呢，去问他们那个耕地的石头里面一般怎么叠，然后这个木头怎么处理，哦，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那就把他所有东西都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以后，然后意见不同，因为布隆族基本上是讲究自己社会地位，你的这个在群体里面，你的说话权其实跟你的真正的实力是有关的。那不像台湾族说，我今天是头目，我受到大家都要听，布隆族不一定是这样子，所以那个过程里面就经过很多的争吵跟讨论，因为对做法有不同的看见，那当然过程里面我们就记录下来了，然后谈到后来就是会有一些做法是被大家认可的，然后我们就把它记录下来，变成是未来重建的一个记忆的方式。那也现场这个是布隆族第一村的布隆族，他本身光海未来五上是会盖石板屋，哦，那因为我们知道石板屋的一件技术是跟着家族走，是因为布隆族是氏族的迁移，家族的迁移，所以你在迁移的过程里面到新的点，用新的环境、新的材料去盖，所以家屋在布隆族里面不会有标准家屋这个类型，包括过法，它都是跟着家族走。所以今天黄海辉老师，他代表是在原乡南投那边的做法，不一定是以前他去把家他们的做法。哦，所以那时候过程我们就访问了张国兴阿公，刚刚讲说已经过世，
当时是97岁，哦，他是在嘉兴住到小学二年级，他才下来，他住的是石板屋，所以也因为有他，所以我们才能把家屋的构造跟构法理得比较清楚，哦，大概是那个过程。哦，那刚刚讲的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让他们先做模型，模型做完以后，现在再盖一个小尺度的这个石板屋。但是这个过程呢有过冲突，是因为蒋老师那时候找了沙古六了，那沙古六老师因为是台湾族，那因为之前沙古六是蒋老师当初学生时代的时候的这个协助他的人，所以感情也很好，就找他来。然后这个吴玉龙跟方海威都是布隆族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有冲突，包括那个采石板的方法、采石板的工具都不一样，哦，然后最后面盖这个石板屋模型的时候，总共有4组，只有1组是对的，3组都是台湾组的，哦，那因为沙沟老师比较强势嘛，哦，他在当时是有点名气的，所以这个就是大概这个过程。所以当初在卓一乡前面盖的这个石板屋，对不起，它就是台湾族的石板屋，不是布隆族的石板屋。所以当我要上山去重建的时候，祈祷拉着我的手说，你一定要盖我们布隆族的石板屋，哦，所以那个过程我们就会很谨慎，哦，那大概就是刚讲了，就我们有做了田野的一个清查，然后调查周边的状况，然后包括详细的车位30兆，哦，还有这个室内上，这个是上个小孩子，哦，在背墙的位置，然后包括这个历史寝台的历史，为了要防止那个木头腐烂，它是隔空架起来的，所以那个历史的做法我们都有做的调查，然后再访问张国兴长官过来把它重现了大概内部的一个状况，也做我们第一栋石板屋的一个依据，所以大概是整理完，包括它这个上边坡还有做排水路，左右两侧的山墙有排水路，然后前面呢有这个步道，还有一个大的一个前庭。那其实比较困难的是木结构都不在了，所以那个木结构的尺寸啊，多大？阿公就讲说，那个木头是有剖过的，哦，它不是用原始的木头，是剖过的，哦，所以这个家屋，所以这个板柱的概念，包括那个搭接怎么做，哦，就有一些的一个记录，然后包括石板啊，哦，怎么剖，哦，这个。那伊斯坦吉玛家呢，应该是布隆族的构造，大概知道它。基本上就是两个内部空间，大概就是两类，一个就是三进式的，第一进、第二进、第三进，哦，那另外一类就是变成九宫格，三进再进一步的空间分化变成九宫格，内庭两边30兆，寝台睡觉的小米床，哦，大概是这样。那一下去吧，是九宫格的一个情况，哦，那上面这一张照片我拿给张国军阿公看的时候，他就笑，他说对，他们山上就是这样，啊，这个那个就会光着屁股，然后只遮前面，然后也是这样子，小米仓，小米会堆得很高，然后旁边是叠石墙，上面是木构。那这一张是嘉年段，南投嘉年段当初千年住宅郎调查的时候的照片，那这个就是内部隔间的状况。那内部隔间，张国兴还跟我讲说，一般是木隔间。那你很会打猎的话，你可能是可以用兽皮隔间。那代表什么？其实是隔视觉、隔心理的，没有办法隔声音嘛。所以那个他用兽皮隔间，就代表彰显他很会打猎。好，所以他们的社会地位是，你要么很会打猎，要么很会砍人头，要么就是很会耕种，哦，他有不同的这个领导一个方式。
所以刚提到的哈，修复的原则跟法令的限制，刚前面心理局长跟姐夫都有提到一些哈，其实真正困难的是这里啊，因为当时那个不能限定法财，也不能限定这个批时是吧，这都没办法，所以后来才会在第一栋的时候，那个屋顶的石板跟木材是在底下背上去的。好，那背上去的过程呢、啊？这个背上去的过程，你知道我那边有人去过吗？那个其实路小小脚弯来弯去，所以一栋家屋那么长的木构是没有办法拉上去的，所以一定是要分段。分段又多了很多很多续接的这个课题，哦，那个在以前他们在山上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多续接的木头，哦，所以那在那个续接的过程里面，他们这个做法都是藤绑哦，藤绑这个地方地震来的时候基本上是可以动的。我们所有的，包括我们现在学的结构学，我们专业学的结构学，包括日本的，我们这个闽南的。包括欧洲的这个点都是不能动，结构设计那个点都是不能动，它必须要固结得很准，所以它是利用什么？利用这个构材，这个材料的断面来抵挡它设计的这个载重啊，抵挡地震来的水平力。所以看到为什么地震超过多少级房子就垮了，是因为所有的做法都是用构材本身去抵挡这些力量，所以这个构材抵挡力量过程，假设你当初设计只能抵挡到七级或是五级，竟然六级你就倒了，但是不容不在这里了，这个量是会活动的，它是两个藤板卡上去，底下有个槽，它卡上去，所以藤绑紧以后它是紧的。但是真正那个力量挡不疼的时候，它是会动的。那刚提到说，从山底下把这个木头台阶上来以后，就变成是现代工法了。有一些现代工法的介入，在现代工法介入的时候，你怎么去反应那个地震来的时候，这个节点是会动的？因为当你这边用螺栓锁住的时候，这个点是不会动的。哦，所以我那时候在做就是。利用里面开暗槽，所以就算你锁得再紧，地震来这个是会动的。所以这一次在花莲这个地震不是很严重吗？这两栋，包括第一栋家屋跟附属都没有问题，只有墙的上部四分之一啊垮下来，啊，所以它整个屋顶都还好的，石板没有一片掉下来，包括那个斜率。他们的石板的斜率，地震来都没有下来，然后木头也没有换，哦，所以这个都是很多他们在山里面累积的经验。那刚刚提到了，在盖第一栋的时候，刚刚讲的有从山底下石板、木头，然后山上讲的这个寝台的历史，上面放木头，睡觉家在上面隔离这个地下的湿气，这都是他们的做法。在那个过程里面呢，他们做完以后，其实他们已经在跟他们的小孩子讲说，我已经回老家盖房子了，然后怎么盖，其实他们已经在传承了，但是他们没有经历到的是什么？刚经营局长有说，那个现地取材的知识，现地处理的知识，现地应该的知识是没有的，哦，所以那个过程里面呢，所以这个就是彰显不同的家族在迁移过程里面对木材的使用有不同的这个利用方式，哦，所以我们当初访问了很多个，最后是选了大家有共识的这个台湾榉木，哦，那也经过这个生活家他们家族的同意，哦，所以我们木头是用第二栋的附属，就是要现地取材的这一栋，就用台湾榉木来做处理，啊，那这个就是刚讲的，这个木材发展下来以后，在选木头的时候，
我们一般在讲说台湾卷牧场在哪里，三藏等在哪里，那个祈祷很清楚，他直接走上去告诉你说那个山头那里一定有，你不晓为什么他说一定有，你跟着去他就有了，就代表什么？代表他对山林，他不是先知道那里有，他是知道卷牧长在什么地方。卷牧喜欢非常喜欢阳光，哦，那要有水，水不能太多，所以在嘉兴的这个点，卷牧都是长在悬崖上，悬崖上的那个高落差，没有其他生物跟他争夺阳光，然后那个水冲到悬崖下去就瀑布了，上面不会流水，所以他们是对举木的那个生长环境很清楚，然后他知道哪里那个地形是会有那个，所以他就到那边找，所以这个都不是我们讲的百案的知识可以掌握的。哦，那断断说那个像我们现在在用是用那个木材的这个测含水率，含水率有两根针的，哦，这个木头插上去哔哔，它会告诉你这个含水率多少。台湾的平均含水率大概19%，这是我们讲的所谓科学知识，老人家讲的很白。那个木头一削，很好削，就是干的。哦，那个非常难削，就是太干了。它完全都是用它的身体经验在告诉你这个木头什么时候可以拿来做建物的材料。所以这个其实就是需要人被记录下来，那包括那个藤绑方式，他们也包括绑藤、葛藤，然后不同的晒干方式，然后不同的这个绑法，哦，所以他们有一整套的一个知识。你要介绍什么样的表？伟大的表，大家不知道是什么。这个表是这样子，因为要请建造嘛。请临时建造，你现在要画图，在画图的过程里面呢，你知道不能原住民在盖房子的时候，基本上是小孩子出生以后，他就开始慢慢准备，他可能会重新盖个房子的机会，他就开始准备材料，所以对材料来讲，他都是慢慢准备，时间很长。但是这个案子呢，是因为要请造，他要画图，有尺寸，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做了一个把之前布农族交给我们的那个木头怎么劈怎么续接，所有东西通通把它理清楚以后，把它变成一个材料。然后这个材料表过程里面呢，就是说现在林务局也同意可以先去发财了，预管处也同意了，所以有了这个表，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要采多采台湾榉木的材料，然后要找几根，哦，是这个过程。但是找完以后，你要知道，当初这个材料表我们在现场都是有丈量的，但是丈量不会准嘛，因为它是生立木，也是弯的。当它砍下来以后，那个尺寸又不一样了。所以你知道那个过程要用一个科学的方式抓得很准，符合这个图的一个概念。其实困难重重，但是你回到布农族，他假设用他的身体经验、身体尺寸盖那个房子，他完全不会有这个问题。哦，所以这个是很大很大的差异哈。那这个在盖的过程，也跟族人有很大的冲突，说为什么一定要照这个尺寸？我的身体经验这样就可以了嘛，差这样不会怎么样啊。哦，但是你知道，其实那就是会有高度的限制。长度的限制有一定的比例嘛，你不能太多，超过的话他就不发给你使用执照，所以会有这样的冲突。这就是我讲的一个以生理知识为主的一个营建记忆，放到现今的营建法规里面，你就会面临格格不入，那个就是要解决的问题。那这个都是提到附属的部分，因为主屋已经盖完了，附属的部分也问了老人家了，有些是说嫁出去的女儿回来住睡觉的地方嘛，这个例子比较少。有些是远道的亲友来拜访休息空间，所以这个空间符合这样的空间，其实用我们现代的这个说法，老人家讲说，像这样的附属
不能就在家旁边，要稍微有段距离。然后那个距离呢，要两个家都要各自隐蔽，但是从主屋呢要能看到这个家，是因为它有防御的那个性质。所以当那个视，刚刚杰武有提到那个视线的问题，哦，那个视线要看得到部落这件事情，反映到家里面就是要看到他附属的那个附属要看得到，因为是跟防御有关的。哦，那这个空间假设我们在未来重现文化景观过程里面，中间的这个视野穿透的这个中间这个空间，就不能有任何的设施把它阻挡。假设你不知道这件事情，你跟未来为了再利用，或者是设解说盘，你可能就把这个挡掉。所以他们那个跟大地互动那个细腻的东西，应该是要被保留下来。哦，那附属的部分就是说，他只有睡觉，然后吃饭是回主屋吃的，然后他所以他没有餐子帐。那刚提到了，举目标完以后砍伐下来，就要开始要拉木头的过程里面，其实他们都是用人力，然后甚至自己做了木马，这样拉就很省力，不会直接拖在地上。然后当时呢，所有的伐采木头的所谓的专家顾问都建议要用美国龟这个，因为榉木很重，他用这个拉，他可以省力，但是很慢。所以呢，当初有买了这个，他们呢用了半天就决定不要，他用他的方式做，因为他们很有力气，然后有木马，所以做完了他觉得这个好笨，为什么要用这个？哦，所以我在讲说，不同的工具它产生有它背后的社会的知识，那个社会知识是有社会脉络的，所以大概我在讲说，有些工具的采用也是一样哦，包括排湾族，那个伐采石板的工具跟波隆族不一样哦，像那种，哦，那这个就是第二栋附属屋哈，第二栋附属屋的情况，包括这边是放柴火的，后面烧火的人是睡这边，然后包括它那个背后。处理这个山坡地水冲下来的时候，这边的砾石板还有前面的砾石板防止这个雨水倒流喷喷进屋内，都有它特别的考量，包括背后的这个叠石板的叠法，这样的叠法水不会流进屋内，所以他们有很细腻的那个营建的技术。那包括这个它是刚刚讲过，它是木构跟叠石墙的双系统，排湾族呢是叠石墙的承重墙系统，排湾族只有一种，它的木构都是辅助的，所以排湾族的墙会砌得比较厚，然后墙角的这个地方，它必须要石板跟石板要互相交叠，稳固那个墙角，因为它只要墙倒，可能屋顶的石板就会倒，但是布农族因为它是创结构。所以它是主要村的屋顶重量都是木构在撑，所以它这个墙大部分都是我们看了那么多遗构的遗址有交叠的非常非常的少，几乎都是没有交叠的，这就是代表很多这个构法产生的一个差异。那刚刚讲的这个下来以后雨水建起来的这个挡水的包括入口，然后这个要浇丁器，哦，才会稳，都是他们耆老浇的哈，包括这个整个那个叠石墙的一个技术。浇丁器是就是有的石头长的放这样，有的要放这样子，要这样互相绑、互相扛，然后这一层摆这样子，上一层可能摆这样子，然后再上可能再摆这样子，它就是有一个技巧，哦，所以从这边看得出来。这个是横的，然后这个是重的，啊，这个是横的，这个是重的，那这样的话就很稳固，哦，所以这一次大地震，这个地方也都没有倒，这个没有完全没有依靠，就是它
强身出去的位置，这里都没有倒，他倒的是墙角，墙角没有交听，没有互相咬嘛，倒的是墙角，那墙面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以上的地方倒了，因为地震哪个摆动最大，那但是他倒了一点都不在乎，因为都往外倒，里面倒下来的很少，然后他的木构屋顶所有的重量都撑着他，所以屋倒那个墙倒屋不倒，所以他在里面他也不用逃出，他也不用逃出来逃命，因为他压不到。所以不同的那个情况哈，那这是木构的部分，他们选的榉木是说，榉木可以防虫防腐啦。那老人家特别跟我讲说，榉木有虫哦，不是没有虫哦，它的虫就是我们讲的树皮甲虫哦，所以这个是它产卵的位置，然后卵出去，它一根一根的吃出去，所以要从这里咬破飞走了。那它因为只吃树皮，所以他们都知道那个纹路很漂亮，所以我们在重建的时候，这个纹路都是留下来的，这就是树皮甲虫的幼虫。哦，那这个不是，这个是白蚁，因为我们当初发财的时候，有些障碍木也发了，然后呢也拉到我们的那个风干厂，结果那个不是榉木呢，就长了白蚁了，榉木都没有长，两个还绑在一起。所以族人讲说那个防虫防腐这件事情，我的亲身经历是真的，哦，所以很多很多他们的那个对木材的一个认识啊，其实是掌握了很多他们怎么处理。那还有老人家，我就问他说，那个木头很弯，那怎么办？木头那么弯，你屋顶还要铺得很平，什么都要很平，怎么办？老人家说，再弯的木头都可以用。我在想说，什么叫做再弯的木头都可以用？后来他就实际讲了，再弯的木头，你总能找到它有一个地方是平的嘛。那个平的地方就是你未来要在上面架东西的那个面，所以它只有两个原则，就是任何的弯的木头都可以用，然后找出平直的面。所以在做的过程里面，除了就深深体会，你有看到吗？这么弯，这是附属屋，这都这么弯，然后它的平的面在哪里？这个面，你站在侧面看，这里是平的，所以架起来以后就是你会看到全部都是弯的嘛，没有一根是直的。但是你刚刚看到那一张附属物盖起来，屋顶那么平，所以有时候是要相信老人家的他的那个知识的哈。我们站在我们学过结构力学的，学过这个设计的，这怎么可能？这个一定是到时候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就是他们传统的做法哈，住处碳化，然后柱洞呢用烧过的灶灰，因为有机质都烧完了，他用回填来做一个防腐的一个动作，那这就是我们附属物盖完的样子，这都是弯的，你刚看到那个弯的木头就是这一些，就是上面这一些，那这个是嘉年端，南投第一村嘉年端旧舍的照片，其实就是跟我们访谈的很像，那个族人的一个做法很像，那再来就是那个人之木完的，就是扁船，也都是用藤绑的，我们都没有用其他的工具，就是传统的这个材料来绑。然后这里其实就是盖完以后啊，像这个门底下，这个容易烂，所以它就是底下是放石头，中间就挖一个洞。你的想象说好像这个好难哦，他一个小时就做了，他就挖出来了。然后因为布隆族基本上都认为要追求那个社会的发言权，代表他能力很好，所以当要做这个时候，有两个人说他都要做，所以他们就比赛。比赛完以后就是这个有破洞，后来用了这一个。所以在重建过程里面会看到很多很多什么，很多那个小剧场，就是你说要20个公办在上面，谁要出来 leader
木构，谁要出来 leader 叠四墙，谁要来 leader 这一些东西，其实都是要经过三到五天以后那个人才会出来，就是大家都做出来以后，我就服你了，都听你的，所以这个也是很特别的一个文化啊、哦。那还有就是他们叠之墙的做法，这个地方是跟排湾族不一样的，它是斜叠的。那时候呢，老人家就说，那个可以省材料，哦，他不用这里再放一块，哦，因为假设你照这样铺，到了末端的话，这里就会漏水，不会从这里进去，所以它是用斜叠的。斜叠的时候就是它可以省材料，不用上面去盖这个缝，像这样去盖那个缝，哦，然后提到说这个末端这边有时候会踩踏。哦，是要我那时候我是不知道，后来因为我是念专业的嘛，我就去用力学算，这样的铺法跟这样的铺法，对不起，这样的铺法可以减少2%的那个剪力，比较不容易被踩破。那这个，它不像我们有学历，但是它的经验就告诉我这样是比较好的。哦，所以有东西是要去，哦，那屋顶会渗水，铺完以后会渗水，看会不会漏。完全都没有用水泥，也没用钉子，都是铺上去的。这次地震，没什么移位，也没有任何的石板掉下来，你就知道说，他们对石板的那个构法，还有屋顶的那个坡度、斜率的掌控，已经到一个程度了。哦，那这个就是布隆跟台湾石板屋这个五万班楼下的差异，这个是台湾主的。哦，这一间就是在左溪乡公所的那一栋，这次地震的时候全垮了，啊，那山上的那两栋是都 OK 的，啊，这个全垮了。那这里的做法，你会看到说，台湾族很重视那个桐木，所以他重视家屋前面那个媚梁，那个桐木的媚梁会有很多雕刻。那一般的这个平民是不会有雕刻的，但是他是。利用这个内梁，哦，那台湾族的石板屋有时候这边是一片一片的，所以它是利用这个内梁中间开凿去压那个墙顶，所以它有它的那个构法。然后台湾族呢，他做了很多开窗，为什么他做开窗？因为他是集村嘛，对不对？头目带了一个部落里面好几个头目，大头目、二头目，甚至有管家阶级的。然后一个部落200户好了，一户十个人就2000人了。这个敌人或者是要这个出草队，没有人敢到台湾族的部落里面来出草。一个出草队出去顶多20个、30个，这边有2000人，所以他对开窗来讲，他没有那个像布隆族，他为了要防御的那个概念，因为他只有他家嘛，在那个地方，所以。布隆族基本上不开窗了，我们看了那么多有开窗的都没有看到过，但是有枪孔的，哦，在南投有枪孔的，有留枪孔的，但是没有留这个外面的这个石板。哦，那这个构法不一样，因为当时这个东西木头是架在承重墙上面的，所以呢它是先横梁，上面这个人字木呢是在横梁上面。布隆族是因为要架上面所有的屋顶，所以是先人之屋在横梁，所以整个构法是不一样，外观看起来很像，但其实构法是完全不同的。那这个是完工以后，然后刚刚提到这个石板是为了防止雨水往室内回流做的。那问到的情况是在博坎这个地方，室内的高度是在这里，那这里根本不需要啊，因为水不会从这里进来，是走下面，所以它这里我也不会铺。所以你会知道布隆族很讲究实用，它不会过多的这个什么美学啊、美观的考量，它基本上都是以实用为主。那实用或多或少跟他的家族成员有关，他就是一个散村，可能是一个家族而已，他不像说那个台湾族整个部落在哪里有同阶级。同木喊一下，大家集合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它也很多是文化的差异。那这个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包括嘉兴里面有哪些是小氏族，哪些是中氏族，那中氏族以下的各个家族基本上是不能通婚的，哦，那只有大氏族以下，哦，不同的这个不同的中氏族，他才可以通婚，哦，那甚至有一些刚讲的是同一个班的好朋友，那个过程，我们都有把家族调查出来，然后最后呢是需要把这个东西回馈到族人那边去，所以有做很多这个，包括迁移史。刚讲的阿桑奈嘎阿布拉，哦，达达伦，哦，达达伦就是出自很多的地方啊，是他们部落的名字，哦，那嘉兴啊等等，哪些家族住在这里？还有以前引进的这特殊的这个，所以我们是用中英文跟他们栾社群的语言，我有找了他们栾群的人来帮忙翻译，把这个东西送出来，有一个测验。那再来就是提到。应该是站在一个除了尊重原住民的传统思维以外，有些现代的知识也可以站在一个知识平等的角度里面做交流。在那时候美办的一个这个法赛跟导览解说的工作，包括以现代的这个法赛的工具安全的考量，那个万一打切到自己脚马上就停了，那不会切下去等等那一切东西，但是对主持人来讲，这个东西好像都是多余的，就像那个美国龟一样，哦，所以那个他们对，一般是因为我们对山上的状况掌握不像长期在山林里面生活的原住民那样子，所以当你要去山上工作，你就会有很多安全的考量，设备干嘛？但是他长期在山里面砍木头，对他来讲，搞不好就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他可能一辈子不知道砍了多少棵，那有些刚开始接触山林的这些专业人员，他可能砍树的经验都还没有那么多，所以很多这种交流也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被凸显出来了。他们有时觉得不需要用这个啊，哦，很多东西都是不需要，他有他的方法来做处理。哦，那当第一栋盖完了，第二栋盖完了，竹工寮也盖完了，然后。以前部落的旧路给修完了，哦，然后就有个回家的落成的一个仪式。那这一些以斯达西巴家的这个张国兴阿公就是他们这一次跟东威大哥这一次的，他们听说回家就是这个石板屋只有灶火被升起来的时候，那个都照亮，然后香米上不是满的，那才是家，不然它就是房子。哦，所以。他是跟他的这个养育、防卫、安养都是有关的。那刚提到了，从一栋家屋的重建，到氏族家屋群，第二栋公寮，再到刚讲的布隆族的文化景观的再建，这个过程，这到底有多细腻？这个过程你们就刚这个局长提了嘛，这个文化景观有488公顷，中研院也初步做了调查。哦，所以在这个范围里面，我们刚怎么把刚从一栋到家屋群到文化景观的知识让它重现在这个过程里面。哦，那这个是之前刚前面讲过了，这个移构群，然后那个伊斯达西巴家屋的，然后这个可能居住的氏族，那刚提到了伊斯达西巴家还有一支是从北岸迁过来，就是林渊源他们那一届，哦，林渊源的前面的阿公的一个哥哥有迁过来，跟南岸的小七八一起，哦，所以那个迁移的过程。那因为要知道整个那个遗构还有曾经居住在这里，它变成一个关系权利的，未来在谈共管或者谈维护管理才比较，有一个方向的，哦，要真正确实落实。蛮难的，刚局长讲，那么多栋，到底是谁的？到人指认出来有困难，但是至少哪些家族在这里住过，这个是可以被理解的，可以调日籍的这个户籍资料可以确认。那这个就是我们六年来，刚那张图变成这张图啊。哦，刚那个讲从家屋附属屋，他的日常的步径到公寮。
啊、哦，然后到这个耕地的公寮，一般都是三小时以上的一个路程，他就会盖公寮了，因为他不可能回去吃，吃完饭再过来，他就是要花六个小时，啊、哦，所以他基本上就是他对时间的观念有一小时的，有二到三小时，大约啦，大约一小时的距离，哦，他们有他们的话，啊、哦，主语的话。然后一小时二到三小时，半天到一天到两天，所以那个是代表他一个生活领域的一个扩展。然后因为这个的过程里面会看到，甚至家户塾鸡舍啊、羊舍，有些耕地啊，有些发财点啊、全部发财点啊。然后这个外面的这一圈，基本上就是他们对耕地土壤的认识。他们认为至少在嘉庆或访问岛就有四种土壤，哦，这个最肥沃的是松松的黑色土壤，然后第二肥沃是这个松松的浅黑色的，然后再来是这个松松的浅咖啡色，这个是最不好的，哦，然后它有不同的，像这个最不好就可以种苦茶啊什么，然后其他的就种小米啊什么，然后它这个过程里面，它从这里要到耕地，或者是到前面讲的眺望点有防御的，甚至那个什么样的地形是埋伏点，它都有。然后这个过程里面呢，包括水的生态，水到底有分几种，然后它其实很细腻的哦，包括打猎的时候从动物的痕迹等等的这些水，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刚刚讲的说在嘉兴的一个很细腻的空间系统啊，它一个生存空间的系统，那这个未来在文化景观怎么管理、怎么维护，确定这一点能不能被保护住，其实是操作上要很细腻才有办法。啊、哦，这个刚讲了吧？空间的定位从家屋开始，家屋附属客人睡觉的地方，有些是铺石板的工作平台，有些是住舍、洋舍，跟时间有关。其实就是距离，距离的感知都是他们的话，就是至少问到的是这一些，还有身体的指向性啊，往前往后左边右边，哦，然后水源地的取水，刚提到这个水源地的通称，有些是用管子接水的，他们有他们的话，有些是河边取水的，哦，那有些是岩壁地下来，刚刚讲了一下七八家的水源啊、哦，有岩壁垫下来的，哦，那还有很大的水量跟水深，像瀑布一样的，哦，还有这个树的板根，树的板根围起来的区域，下雨会积水，那个也是取水的地方，哦，也是动物跟猎人喝水的地方，也是猎人守候打动物的地方，所以它植物跟动物是一起的，还有地面涌出的地下水，哦，在嘉兴的公寮，我们的公寮。右手边就有一个是地下水涌出点，好像这个，然后跟树根、跟石缝、跟山壁从哪里冒出来，其实他们有很细腻的那个判别环境的一个方式啊。哦，那悬崖也分好多种，那个下方九十度的悬崖人过不了的，这个像片岩表面很光滑的，还有峭壁上面也没有土也没有植物的。啊，甚至有土有植物的，人可以通过的，然后崩塌地，哦，那还有一些地形不好的地方，它其实足以里面都显现出来，他们怎么看它周边的环境？哦，像这也是，哦，石头跟石缝很多，长得这一根半层，哦，跟芒草的地，哦，那像这个很多小石头，那个小石头是一只手可以拿起来，哦，像那个。他的认识是这个要很小心，因为很容易扭到他们的脚，哦，所以他们跟生活是有关，很多是大石头的地方，双手干不起来的，啊，哦，这个地形，啊，哦，那我们其实在王安敏都有指认，那个点是在哪里？那这是刚刚讲的土壤耕地，啊，哦，他们一般我问到的是，开垦第一年到第三年，那个土地会越来越贫瘠，啊，哦，然后。第四年大概就衰退了，所以它要有轮耕的土地，
那在嘉兴大概是1:3左右，就是现在在跟的点跟修根大概1:3，嘉年端呢大概1:2.3，然后马林老师曾经调查过的这个什么这个东埔社的小社乌布勒斯，那个大概是这个1:1.7，哦，所以那个就是反映那个土地的肥沃度不同的时候，它轮耕的这个时间点，还有它迁移的点，迁移的时间都是有关系的。哦，那刚刚讲的，这个是现在我们用的，台湾专业上面工程上才用农业专用的，就是美国的系统，主要就是粘土、沉泥跟沙，它不同的比例，哪些是好的，哪些不好，好复杂哦。你看布隆族就分钢简单石嘞，所以。什么样叫做 unhand 的知识，什么叫做 byhand 的知识，今天就算你看了这个你也不晓得归类在这里的土壤到底它能种什么东西，哦，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哦，也就是我们专业要反思的地方，我们受的是这样的教育，不是这个，哦，然后他甚至用手去抓就知道，手一抓就知道是什么土壤，那当然我没有受过这个训练，哦，我没有受过抓，大概知道偏哪里，但是不会像他那么细腻，我们只会归大概三类左右。那包括步道有他的讲法，尤其是打猎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会提到说，你讲受境，动物会跑掉，你会打不到动物，所以他有一些指针。譬如说那个拐杖的痕迹，他就说，哎，看这里有好多拐杖的痕迹哦，其实就是在沟通，这里很多猎物我们可以去打，捕鱼也是，鱼很多他也不讲，鱼很多，他说好多落叶哦，好多叶子哦，他就是那个，因为不怒这个词，医官老师的研究，他有那个代表那个未离巢的蜂，就是还没有离巢的蜂，还没有孵化的这个蛋嘛，哦，代表什么？代表它是要受到庇佑的，所以它对待大自然的过程里面，它基本上是很谦卑的，哦，所以它不会像说予取予求，哦，因为它从它的母语来讲，它就是一个要需要被照顾的一个个体，然后它又是一个散顺一个家族这样迁移过程。所以他对他作为环境的认识，包括那个都是比较细腻的。那就是刚刚提到说，已经有无望景观了。那未来假设跟族人共管，对，这是一个澳洲的国家公园的例子啊。它其实，在国家公园里面有两个族群，哦，那他愿景是希望这个地方会变成那个族群未来传承跟发扬。原民整体文化的一个场域，所以他的做法上有几个目标，必须要平等的共同工作。什么叫平等？这两个族的知识，再加上现代的科学知识，必须要平等共同的来处理这件事，哦，共识，哦，然后做出有效的决定，然后要保存跟维护这两个族的文化跟技术体，哦，然后特别要关照其中某一个族的这个生计跟其他的福利。然后这些东西呢，你要提供他族来这里认识他们文化的一个场域，所以他就是在法令底下，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刚建议老师讲的，建议局长讲的那个很多法令跟族群的，刚讲那个传统知识的一个互相解构吧，就是说你在那样的知识有没有办法在其他的法令里面被执行，必须是。困难重重，那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哦，那上来以后呢，就是用共识的方式，平等、共识、共同工作，做出有效决定方式，去决定这个共同执行决策，关心文化跟园区地，还有生计，甚至旅游体验跟休息。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未来可以值得努力的一个方向。那为了这样子，它就有一些管理中一个管理的核心啊。那还有跟部落的伙伴关系一定要有一组，哦，长期的一个合作，然后再来就是针对
特定的议题有一些工作群组，哦，那就是刚刚讲一起工作的，一起了解的去做，哦，然后下来拟定的国家的管理计划，甚至变成工作计划、行动计划，还要回馈，就是要持续的这个学习，相互修正，哦，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哦，那他其实提到很多，像你知道澳洲常常发生森林火灾吗？那他们以前的做法就是拼还火象，那个山林里面把树砍掉，把那个还火的象流出来，很快。但是他们原住民的吃呢，其实就是用冷烧，那个树先烧，烧完又没有烧死，把表面的那个都烧完以后，它就自然变成阻隔，因为外面有碳嘛，火烧不过来，所以他们只是就不用把一棵好好活的树把它整个都砍成一整条的一种防火巷，那这个就是他们要也引用了这个方式来做起这个预防的管理，那有些跟其他专家的合作啊、监测啊，那包括我们的做法是一样，我们现在的做法在谈一个遗构的一个导览解说，常常都是导到你认为最重要的地方，但是在这个例子里面，他有些神圣地是不让外人进来的，所以他甚至不倒，甚至故意把它倒到别的地方去，就是保护那个原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境啊。那刚提到了，已经六年了，嘉庆已经六年了。那因为有很多计划在执行，文化局很多计划在执行，包括学校的教育、国小的，甚至让学生自己当导览员上去讲，那包括讲的成立了登山协会，开始有些杯弓，然后他也开始有些自己就是去调查的一个机会，然后包括张国清阿公成立软社群的文化发展协会，都是因为在前面讲的这个劳动底下，然后那个能量出来，然后他们甚至已经是各自可以接团的，接这个外面的这个登山团体，然后用他们的知识、他们的语言去介绍他们的文化，哦，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那就是未来对文化景观的一个保存，希望有一个意识对话的平台啦。那刚提到那个不同的可能居住的氏族，刚经济局长也讲得很白，那到底谁可以代表这件事情？其实虽然成立意识平台，这件事情也很难去确定那件事情。所以他们会讲，就是因为大家也没办法指认出来那是谁的家，然后大家都认可支持这样的做法，反而就有另外一种解套的一个方式。那包括这一些刚提到的那个地景元素的指认位有那么细腻，你怎么在一个架构底下？哦，让它可以被操作，哦，那包括不同的主管机关之间的这个竞合跟合作，那这个大概就是我针对嘉兴文化景观的一个保存价值，因为从刚看到它是一个很完整的布隆族的山林住区文化的展现，哦，包括家户属耕地，然后那些东西，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然后这些是我们眼睛看到，眼睛没看到就是它背后的那个生活智慧，所以这个都应该是未来保存的。那包括文化教育传承，还有刚刚提到说跟黄蛮遗址有重叠的部分的这一些遗构的处理。那这个是我们刚讲的400多公顷里面，我们利用族群，以及达西巴家的族群，还有其他达巴兵马其他的族群。然后加上他们在选址的时候都为了防御的概念，所以他们的群居的地都是跟雪兰有关的，不容易通过的点位一区一区的，我们就是依氏族，哦，还有那个自然地形的分界先分了三区，一个就是一些达西巴家的这一块，那另外一块就是刚讲的那个黄蛮遗址大概上的那一块，另外一块就是以前的旧路从这里跨过去大山来看的那个日据时代的桥的这一区，大概就是三区，利用这个三区，哦，三个核心区
加上一个除了这三区以外的范围，这就是属于自然区，占定的自然区，所以是三加一。然后在三个核心区里面找到家屋的移构，我们知道它都是以家屋为中心往外扩展的，哦，这个导入港、公寮，然后单港、列寮，然后耕地，然后水源，然后这个很多地形的认识，哦，包括路，所以我们就是以移构，哦，家屋的移构为核心。那以嘉兴的经验，大概就是直径这个半径50公尺，大概就会涵盖一个氏族的一个居住点，哦，所以以这样回来看，大白鲨的那个家屋的一个分布，大概就是这几个圈就已经全部都已经把那个家屋给涵盖在里面了，所以核心区的建筑移构指认以半径50公尺为原则，哦，然后认定原则就是它是能代表传统的部落族的移构，而且是或者是黄麻遗址里面那个很奇怪的移构，我后面会讲那个什么葫芦形的啊，这个椭圆形的啊，哦，甚至那个内部隔间都是叠瓷墙的，我像那个都是属于另外一个。那还有些日据时代的这个治理，对这个布隆族的治理或是压屋，这些东西都是应该要被留下来的，它是诉说一个族群之间的这个互动关系。然后第二类就是刚讲的生活地景，哦，包括这个路，旧路两边，哦，各10公尺有很多这个民俗植物要被指认出来，然后在这个范围内就是要被保护的，哦，很多的这个处理方式。那自然区基本上就是刚讲核心区以外的就是自然区。那因为我们很有可能随着未来的调查，好不好，自然区也会发现移口，哦，所以自然区基本上就是一个弹性的一个分区啊，哦，未来它假设有发现移口，它可能就会变到未来搞不好就是4区加1或是5区加1，它有滚动式的发展跟管理。那再来就是我们针对布隆族的多元的建筑移构，还有多样的构法，还有他跟大地互动的智慧，哦，甚至黄麻遗址日据时代的遗构做一个指认。那这个举例啊，好，这个是你要看到那个墙面是内外都一样，内外都是平的，哦，另外一种室内是平的，室外是不平的，这都是那讲性化线的不同的匠族的构法。然后这个更特别，旁边的这个挡土墙的部分呢，墙是比较厚的，离开土以后变成是墙壁的时候是变小的，完全有结构的概念，哦，所以这个都是很细腻的，哦，那平墙式的，哦，那包括这个陡坡有双层墙跟单层墙的做法，哦，因应陡坡的部分它那屋顶收坡的一个做法，然后包括在山沟的时候大雨来的时候让水不要冲刷，有叠水的概念，其实都有构造的。然后这个是类似黄麻遗址啊，都葫芦形的空间，比较少发现在布隆族这个矩形的一个空间里面。哦，那未来生活地景就是希望能把刚讲这个东西都纳进来，所以会一一指认啊。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啊，大概就是希望这些东西要被纳进来。那包括说眼睛可以看到中间，以我话来讲就是负空间呐，它感觉好像没有切记，但现在空间是重要的，你中间不能有东西把它挡住。哦，那这也是生活地形一个指认哦，传统的旧的部落的路，哦，然后这个民俗植物，哦，这也是，然后水源地，还有地下冒水的地方，哦，那回过来就是说现在地震频繁这个极端气候的情况底下，从这个大雨，从每19年一次，这个是降雨量，每年降雨量这么高，从19年到现在是2年，干旱也是从17年变成9年，那你在这个短时间强降雨
对现在移购的一个冲击跟影响，会不会造成有困扰？好，那所以要考虑到文化地景的这个地景的因应跟恢复，那还有部落的调试。现在它还好，因为部落刚起来，你看吉海拉爱，吉海拉爱是化为文化景观，现在根本没有办法谈永续旅游，因为它里面部落有不同的族群，为了利益已经封路啊干嘛，所以这个未来嘉兴会不会发生不知道哦，所以这个其实要纳入一个一起考量了，包括社会变迁。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大白沙的那个区块哦，那我们受的教育就是任何的充实是可以分析的，可以计算，我们后来就去套在嘉兴里面有水平的这个水族保护设施，跟刚讲的那个叠水的那个做法的位置，刚好就在这个位置，我们一评估，它就是我们现在的科学里面是属于深潮的部分，它基本上是充实危害度是高的，就它只做在这里，这里都没有做啊，所以你说他对那个土地的认识超过我们所谓的专业的一个方式跟处理，那就是刚刚讲的三个分区啦，我就不讲了，就是在相应的针对核心区，针对指认的移购，有相对的这个管理维护的一个机制。哦，那未来假设族人他认为他需要这个移购重建或者是再利用的修复，那必须要有些相应的一个措施啊，包括未来新增的不是在移购里面，那因为跳回到建筑法令执照的问题，还有那个排除建筑法的问题，哦，所以会有些因应计划等等，哦，这个就是未来也会面临的一个课题。那这个就是文化景观保存原则啊，最重要就是希望共管的精神跟族人，还有这些管理机关组成一日里来共同来推动，那日常的紧急维护，包括部落空瓦人的一个管理跟维护，这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内容很多，这个就不细讲了。主要是希望这个族人的民事利用要被接受了，他包括哪些木头拿来做什么事情，已经在国家公园里面。可能这个是被禁止的，礼物局是禁止的，所以这是未来借由一支平台可以来做处理的。那这个刚讲的哈，我们调查完以后，可能的这个氏族的关键权人，有些像这个王家，他就是拉库拉夫地北岸哦，林远大哥的蛮一支的哥哥亲过来的啊，那打当兵嘛，哦，那以前他就在邱家，哦，以前高兰哦这一些，那。有些人是有资料很确定的，有些是他不想公开的，有些是没有办法调到，但是口访有访到，所以你就知道说决定一个部落里面谁哪些氏族住在这里有多难，更何况同样是一起打气吧，不见得是同一支啊，哦，所以那个难度，好吧，那就是希望说未来的这管理机关、预管处、林务局、乡公所，哦，等等，包括族人，哦，这个在相对的这些，像原住民基本法、文化资产保存法、国家公园还有森林法，希望未来在议事平台里面有什么样议题产生的时候，是依相关法令来讨论。那这个就是前面讲的议事平台的分工，有部落族人，有文化局。哦，有这个原住民文字审议会，然后有跨单位的协商，哦，然后这边也是，这是国家公园是任务编组，他没有办法有一个恒定的一个组织，所以有些才会到这边来，哦，利用被跨单位的协商，那林务局也是，他们两个都是有任务编组，哦，但是都不是长期固定开会。好吧，那这就是针对刚讲的那个不同的分工原则了，哦，大家再讨论一下，哦，那这也就是刚讲
整个分工的这个问题下，大家可以做哪些事情？啊、哦，那其实清油刚讲的，从族人的身体经验，我们的学习跟转化，它其实很多是跟大地互动的智慧，然后他身体的经验，跟身体的尺寸跟空间的经验，哦，所以他在那个物的实践里面去进行这个文化的传承，跟我们用知识用书本是不一样的。然后就像启老讲的，他们对传药的认识已经提到说，像那个石板物的脊梁就像妈妈，他要能撑住整个物体，一个家的物体，然后他的人字母要像孩子一样要一根一根的传下去，然后爸爸就要像柱子，要勇于承担那个重量，勇敢承担那个责任。你看一个在山里面生活的，他有很多这种动机是跟他对材料的理解，因为榉木很硬啊，对不对？所以他不会去选那个很软的单叶杆来当柱子啊。那爸爸就没有办法讲说爸爸要勇于承担责任，所以他对那个植物用在哪里，然后哪一个什么样的象征意义，其实是跟文化脱不开的。那所以我们回过到我们建筑专业的转化跟学习，怎么从 on hand 的这个知识，然后亲在 doesn't 的这个到现场在场的这个经验里面，哦，要大过于我们百害的一个学习，哦，所以其实要建立自己的身体实践跟文化传承。我也在学习，我跟着他们这五六年，我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哦，所以这些共同呢，我们一个专业跟族人能共同承制什么，就是帮他们协助他们做行政的资源，跨单位的沟通，哦，还有这些资源的申请，那这个就不讲了。针对不同的行政部门的资源的法律，它有限制。那我们知道，以布隆族的身体经验跟营建，它是有时序的，它有时候要耕种，有时候是农闲，所以什么时候要用到什么材料，发财跟阴干的时辰，捡块石的时机，台风过后，好像这一些点，你必须要把这个纳入以后，去跟机关跨平台、行政资源开会，其程的安排都下面的这个，这是我们专业可以做的。哦，这也是一样，我就不细讲了。好，哦，那这个刚青云学长说要特别讲，我刚刚讲过了，就是那个就很复杂。哦，然后这个每个木头，我们的方法都是直径多少，18公分、24公分、30公分，他们怎么认这个木头呢？他称这个大魔王，因为要10个人才拉得动。大魔王、国王、皇后8个人、7个人，哦，那小兵就是这个，他完全用身体经验来对这个木头的认识。我们不是，我们用直径、用长度，哦，所以这个是很大的差异，哦，那这个就是我们当初第一栋、第二栋这个的核心家务，哦，这个赵忠立大哥，哦，然后邵立大哥，哦，赖玉顺，哦，阿邦，哦，尾号已经过世了，然后这个高巴斯，啊，然后这个啊王清景，啊，两个是哥们，啊，是吃同一锅饭的好朋友。这个，哦，那这是第二栋，啊，这是我们藤边的老师呢，啊，打麻包棒，啊，然后这个是打林马，啊，然后小虎，啊，这个张忠义，高巴斯，啊，然后邱长光，啊，都是族人。啊，哦，这也是邱长光的小孩，邱长光，哦，这个建国，哦，那这个是那个什么好温豪，哦，那这个都是我们重建的这个过程。然后两栋家屋的成员有些有宠物，所以有些是一起的。然后这个是蒋斌老师的，蒋斌老师就是第一栋，因为他跟关老师是我论文的指导老师，所以关老师那个蒋老师就找我一起进来做这个案子。没有他找我进来，我也不会有后面的这么多的这个体会。所以进修老师啊，然后何云老师，然后这个是地利啊，这个住卧石板屋的美丽姐，然后这个是孟丽的老公，所以这个都是核心的人啊。
这个沙利朗刚刚讲的，哦，那个诗人跟那个沙利朗好梦丽在这里，啊、哦，这个是我们然后这个校长，国小的校长，然后这个就是支援的团队，煮饭的，哎，好。好，好吧，这个谢谢，谢谢整个过程族人的这个引领啊、哦，谢谢。好的，非常感谢秉彬老师的给我们讲这么丰富的一个资料哦。然后其实我们从一开始这今天三位讲者，我们从一开始的行政哦，然后到考古的一个调查，到我们后面这边的一个建筑的一个重建。还有后续的一个管理跟维护，其实我们这里面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资讯。那我想我赶快开放给大家，让大家有把握这个机会来多问一些问题。这样子。OK。非常感谢那个三位的分享啊，因为我长期对这个化油文化局的跟布农族族员的合作案非常感兴趣，所以那其实那三个我也有。那刚刚在局长讲到就是行政部分比较简单，相较于化那个取材啊建筑什么什么，可是我觉得这就可能这个是因地而异吧。比方说像我现在参与的台东那个布农族的回家复返行动，那在参与的过程中，族人朋友就告诉我说，哦，其实他们就是其实遭受到很多关于政府机关的一些关系，长期以来的关系，乃至于到现在，我们现在正在从去年开始，我们也正在编辑一本出版物。今年这个月月底要出版，然后但是因为这个出版物是跟林业保护林业及自然保护署合作，所以我们在这个出版品里面要怎么讲述这个台东内本路地区布农族的集团迁移史，还有就是后来内本路的回家复返行动的历史，还有就是因为内本路的族人们在2015年的时候，在那个布野溪上的家就是盖栋家屋，但是我们这些全部那个政府的单位都希望我们可以温柔的讲这些事情，然后再加上那个家屋完全的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可能。所以我刚刚听到局长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说可能花莲文化局相对来讲提出的就是比较容易一件事情，是不是因为这件可能现在在做的嘉兴以后的马远这些计划，是因为就是一个政府不同但是是平等的一个跨部会的合作跟沟通，所以无论是林业署这个地方，不管是花莲林区管理处、花莲分署，或是国家公园，比较有可能就是有一个对等关系跟你们去讨论合作，甚至不会干涉到你们的内容是怎么呈现。比方说我也蛮好奇，就是花莲文化局在出版这些东西的时候，出版那些书籍的时候，他们有任何的建议这样子？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就是如果你出发的主体是部落的族人，那族人的习惯都是直接找想做这件事情，谁会是最重要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然后一定会撞上林务局的墙，因为林务局没有被撞过。那文化局花莲文化局做再造历史现场，一开始其实去跟机关法规协调的主体是文化局，是公部门，不是族人。族人不需要烦恼这件事情，族人就是要不要做，要做就来做，然后要不要找公班，要谁要出来，族人就做族人擅长的事情。法令行政的协调本来就是行政机关的本职学了，我必须要这样说。
然后你出面去协调，它才会顺。就像国家公园或林务局，谁来找他谈这件事情是不一样的，族人来找跟文化局去找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行政部门怎么对话，怎么去做协调。那族人提诉求，诉求不会变成是行政上面要如何去处理的方案，你会要林务局自己去帮你想。当林务局跨不出那一个脚步的时候，沟通就会没有办法沟通。它并不一定是公务人员的心态问题，它还涉及到行政上面的专业问题，就是此题如何解，行政上面的途径在哪里。那我们要去做协调，我们事前会去研究，我会去帮对方研究林务局你要怎么解，国家公园你可以怎么解。所以我们去谈的时候，不会说我就跟原部落主任一样说我要盖死板屋，你要帮我解决，我们才不会做那么瞎的事情。行政公文不会那么瞎，一定都是会有方案，然后正式的讨论，其实是就方案讨论它可行性的路径是什么，这是很大的一个不一样。那也是刚好有再造历史现场的机会，所以文化部门才有机会站在最前面去做这件事情。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过程当中，我们三个人讲的过去六年发生的事情里头，没有原民会，没有原民处，没有任何原民事务单位，包括所有参加的布农族的族人，从来也不觉得原民单位要存在，因为不需要。就他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族人想做一件事情，要找哪一样的行政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合作，他未来的路径会比较顺利。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差别。你找到原民会说可以卡住，或者是说，即便林弘毅刚才最后花了很多时间跟大家介绍澳洲的案例啦，组织分工啦，然后文化景观后面推动的什么平台协议，那些全部都叫做 should be， 就是理应长这样，但现实的人生都不是这样。那这个也会是今天我觉得来这边分享未来原民中心在台大里头去推动所有原民下一阶段的所有的事务里头很重要的一个。因为我们从解严之后催生的原基法，包括那个修宪，全部都在属地的阶段，理当应该如此。理想的架构，理想部落要成为单元，这个单元最好是公法的。但是刚刚的案例告诉你说，那个部落作为单元这件事情就充满了问号。所以你以部落作为单元去设计一套资商同意，本身对行政机关对族人就是一堆的不知道怎么办，就是利益良善大家都清楚，但实际执行上完全不是这样。所以它必须慢慢的已经累积到整个制度必须要重新思考翻新了。那它翻新就不再是能够，反正古今中外的所有案例，我们这二三十年大家都研究完毕，夏威夷啊、澳洲啊、新西兰什么的，然后好像改变的东西相对的是少，原因是我们不是长那样子。那我们这几年的实践经验可以回馈，那我们当我们要去翻新变成比如说原居法2.0，它应该长怎么样，要怎么去让这空间可以存在。比如说我们谈国家公园，我们谈林务局，我们谈过去的传统领域或者是自治区，其实某一种我们的想象其实是空间排他，就是我的自治区可不可以覆盖国家公园把它赶走，就是我说了算。其实我们的思维还落在这样子的架构里头，可是今天这个拉布拉布西整个再造历史现场告诉我们，我们其实必须要走一条路叫空间叠合的治理。布农族的自治区跟国家公园是叠在一起的，它跟林务局是可以叠在一起的，我不需要排它。那因为自治区跟公法人的概念都建立在排他的概念，治权排他，所以他必须要行政区域，行政区域里头谁才是老大，其他人不可以进来，所以一直卡住，没有办法往前走。但这案例告诉我们，其实空间治理是可以叠合，治权是可以叠合，治权的主体是可以有弹性的。那未来2.0的整个体系必须要这样去建构的时候，它才会有结。
然后他才可以开放让更多的专业的协助一起来参与。这里头其实已经没有在必要特别去谈谁才是主体的这件事情。大家可以看到的案例里头，文化局的主体性在我的表达里头占了非常大的比例，但我谈的内容本身细看，它不会取代族人这个主体，而是等待族人的参与的速度跟进度，然后彼此的位置处理的事物其实是分工的。所以说陪伴其实是角色扮演位置处理议题的不同，它没有谁能够主导谁，就是我没有办法上山去搞那些啊，我只能在家协调事情发公文，然后族人也没有办法画出林弘毅能够画出来的图，或像那个 Jeff 系统性的把东西弄出来，因为我总之在行政上我要把文化景观的所有提报资料要变出来嘛，那这是我们谁擅长就擅长做什么事情，然后有足够的经费跟钱去执行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今年跟文资局的考古组提案的时候也报了很多类似比较考古学的研究案，比如说太巴朗的迁移神话路线跟这些路线点的考古遗址它到底有没有关系，还是可能有关系。那因为我们了解就是学术机关跟国科会要考古的钱啊都很少，还不如我们跟文资局要钱，然后再请学者大家来帮忙，其实相对是比较容易，而且它会有比较是属于在里面建立一种自己想要建立的知识体系的架构在。那不然很多学者都很辛苦啊，哪里开发工程，然后就会抢救，然后你的研究报告就是因为有这个案子，所以长出了一个研究，比较主体性会比较辛苦哦。拉拉拉杂杂这样讲，其实我觉得这个案例很重要的事情是，它提供了一个。接下来我们面对园林事务跨专业领域合作还有法规行政体系彼此工作的关系，它已经展现出在台湾它可行，我们真的不用再依靠国外案例，就真的可以做得到。然后不要把太多的压力给园林会，其实文化部门可以做很多事。所以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找台东文化处去帮你提案，部落走这一条路，然后如果有需要，跟李吉崇讲一声，叫快。李吉崇对园林也非常的熟，在编书之前就应该讲这件事情。我们都说没有在管啊，没有在管啊，就大家开心，然后族人开心，编辑开心，我没有在审。好，以上是我的回馈。OK， 非常感谢这个。副局长这个回应很重要，一个就是空间叠合，一个这个共同治理这个概念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谢谢你把它特别再重新强调一次。那还有没有问题的？我们可能快没时间，再一个问题，快速的一个问题。同学有没有兴趣加入啊？因为这两位的专业都需要后继有人。我是历史学背景，我是中研院博士。你是那里的朋友？对对对。对，所以你们有研究计划，也可以把林弘毅拉去，让他做经验传承。不然他可能是佐佐木之后加关老师之后，在空间建筑然后地景上面，大概没有第三人了。对，如果他现在年纪大了，他常凹他身体会不好。他没有传的，我这是我们非常痛苦，就是大家想要另外一个布农族或任何一个部落做这件事情，你想说有第二个林弘毅吗？没有。对，这个知识经验，学校也许你看他很会讲得非常细，所以开个课给他，然后再没有台大优秀的学生是走这条路。其实是蛮需要，因为我们再造历史现场，这现在做到第三期，那其实我们的工作量范围其实有缩下来，原因是因为人不够，比如说
山上的，你知道吗？那个没事登山客跑去国家公园，然后路过某个住宅所，就会拍张照，然后就说这破烂为什么没修，然后就 take 花莲县文化局。然后你知道我到底有多少要修？不是不愿意修、不愿意做，是能够上到山上去一趟，来回就要十天的那个点。请问有几个人可以上山去？还要带材料去，还要去修东西，没有人，没有人，所以。同学看起来很年轻，麻烦去参加台大三社。台大三社出来以后，就上山这件事情都没有问题，然后就可以带着族人大家一起完成这些工作。我们目前大概就有两个班嘛，一个弘毅，一个他已经真的快不行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李国璇老师，好，大概是两组人真的能上山。而且你知道上山之后呢，因为他有文资的身份，你可以去修，那你还要文资委员现看，你觉得有几个文资委员可以上山走到这个地方？所以整件事情是一个完全人力专业资源完全不够，所以大家如果愿意的话，请大家努力的，这是我今天来最重要的目的。越来越多年轻人，而且政府更有工作机会，而且是独家独院做不完。那我想这么完美的一个结尾大概就是这样子了，所以如果我们是有准备写信，所以如果还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就一边吃吃茶点，然后我们再直接找张慧祥的助理学长。那感谢圆明中心的安排，来让我们西上周五演讲可以得到这么精彩丰富的一个讲台，那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谢谢。好啊，那你们就聊一聊，太感谢了。因为刚听你说也在做嘛，你因为台大在做那个，现在有可能因为上课，大家请尽量现在也是同样的，已经不是工作，直接聊，应该刚刚好的。